好不容易从门边小缝钻出门，因为家里的垃圾已经满到门口。刘女士的父母过世十几年，这期间她每天半夜出门捡垃圾往家里堆。设计他们前面也包括街道也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这种工作，尽管没两天他又来堆，然后包括我们这次本来其实也我们也想来清一次，但是他这个住户因为人就是说不怎么配合。此次职工出动40多人帮忙清理。你们得哎呦哎呦老鼠了。他需要进都进不去呀、啊，所以他在这边大便啊、小便都在这边。等他爸爸过世以后，他就每天捡垃圾呀、啊。我们都跟他交涉很多次啊，他就当作听不到、啊。哦，北有洞天哦，上面很多嘞。木板隔间也布满蜘蛛网。看，同一个社区的慈济照顾户也来关心。哥啊，什么呀？哥啊，都有问，哥啊，都有。安怎哥啊，都有？平常需要志工帮助的他，这次成了清扫的主力，带上自家的电锯刀，清理通道凸起的螺丝，帮助志工为刘女士安装重架。垃圾装车过程，刘女士还很不舍，大家眼中的垃圾，她当作宝。我们的工作两天的清扫，终于看见白色的瓷砖，干净的厕所。我讲你给阿聪阿这新皮啦，这好些，真感动啦。每个搬进来，每个搬什么的，每个搬粪扫进来的，阿妮呐。恭贺啊！恭贺！你能想象你能走得进去吗？啊？有没有想过你能不能走进来？啊？不敢想象。贺处兵啦、啊，啊，两个贺处兵，算了，过去的事情就算了，不要。爱把大家的心牵在一起。和睦了邻里关系，净化人心。